下一位白仲琪先生。多谢主席。主席，虽然好多香港人日日闹政府，批评你哋冇用，不过富户政策咧，净系睇今日发言嘅嘉宾都睇到啦，就算几左交嘅政党咧，佢哋竟然系支持保护现状。大家都知道，因為他們要保住自己的票倉嘛。咧，即係請大家都因為我提醒大家，你哋嘅發言咧喺呢度係唔受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嘅保障嘅，所以嗰啲咩交咧就唔好講啦。